高大上，外观无磁绝缘，安全可靠。而这款肯德基采用 LED 灯带照明屏幕灯箱，绚丽夺目，波澜眼球。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感兴趣的机器核心，升级带口径阀头，急速急停，干脆利落，一滴不漏，看打出来的饮品，含气量十足，美味极佳。移动的接水盒，清洗更方便，经耐用又卫生。现在我们来揭开机器盖子，加厚的实用级内胆，优质的进口压缩机，制冷迅速，24小时加厚冰层，整机发泡保温层，19所度冷量，省时省电，更提高了它的使用寿命。机器采用进口铜闷头，自来水、桶装水皆可使用，方便可选。大容量封闭的制冷水箱可不间断持续续杯。重要的核心在这里，一个优质的糖浆泵可将糖浆包内抽取一滴不剩，节成本、高利润，加长加粗冷凝器，制冷效率快速提升。机身盖子可随意拆卸，内部结构一目了然。再配上高端保护系统，停水时自动停止运行，避免重要部件的损坏，安全可靠。这么完美的可乐机。